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威廉号科普小天地。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。你是否曾经遇到过创意枯竭的时刻，或者感到自己缺乏想象力，无法创造出真正独特的点子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可能需要一点幽默感来提高你的创造力。在本次影片中，我们将用到四分钟的时间探讨幽默如何促进创造力，并提供一些实用的技巧，让你能够轻松的在生活和工作中激发创造力。在这同时，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，麻烦请订阅威廉号科普小天地，以及开启小铃铛和按赞。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及推出新的影片。第一部分，幽默如何促进创造力。幽默可以减少压力和紧张感。当你感到压力和紧张时，你的大脑会进入一种叫做战斗或逃跑的模式。这种模式会限制你的思考和想象能力。但是当你笑了，你的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愉悦激素的物质，它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，减少压力和紧张感。当你的身心状态处于较放松的状态时，你的思考和想象能力就会更强。幽默可以激发创造力。当你听到或看到一个有趣的笑话时，你的大脑会开始释放出一种叫做快乐激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提高你的注意力和创造力。当你处于快乐的状态时，你的大脑就会更容易产生创造性的想法和点子。幽默可以促进团队合作。当你和一群人一起开心的笑着时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，这样的关系可以促进更好的团队合作和创造力。当你感到轻松愉悦时，你会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点子，这样就可以激发更多的创造力。第二部分，如何通过幽默来提高创造力。开始学习幽默。幽默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，就像打高尔夫球或弹吉他一样。你可以通过阅读幽默小说、观看喜剧电影和参加喜剧表演课程来学习幽默。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幽默的本质，并学会如何运用幽默来激发创造力。跟有趣的人交朋友。跟有趣的人交朋友可以让你更容易学会幽默。当你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时，你可以学会如何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看待事情，并且学会如何运用幽默来激发创造力。每天看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每天花一些时间来看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比如说幽默漫画、搞笑视频或者是喜剧节目，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持愉悦的心情，并且激发你的创造力。在工作和生活中运用幽默。你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幽默来激发创造力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用幽默来化解紧张的气氛，在会议上运用幽默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力，或者是在与客户沟通时运用幽默来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不要害怕犯错。学习幽默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犯错或者说出一些不太好笑的笑话，但是不要害怕犯错，因为这是学习的过程。只有经过不断的练习，你才能够学会如何运用幽默来激发创造力。幽默是一种可以提高创造力的有力工具。通过学习幽默，与有趣的人交朋友，每天看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幽默，不害怕犯错等方法，你可以轻松的在生活和工作中激发创造力，放飞你的想象力。好了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，不要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便获取更多有趣的科学知识和教育内容。我们将会不定期推出新的科普认知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这里是威廉号科普小天地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